从小就是喜欢做用手做东西，所以我对这种东西特别感兴趣。我想做出来什么东西，带回美国送给我爷爷奶奶。这次我很期待去那个乐山的那个大佛，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关于那个，我觉得特别酷。还有就是尝那个四川的食物，还有就在成都转一转。